这边就是有一个，我们就不要再听了。这边就是有个秘密要解开，现在看到了吗？在那个下面，你看，那边有一个好像圆形那个地方，我们就要飞到那个地方，然后等到大概3点到4点的时候呢，哦，在像这个地方，像这个塔这边设一个箭。那我现在就先飞下去。这边在这个塔的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谜就是要等到大概3点到4点的时候，慢慢的这个影子啊，这边这个塔的影子慢慢的要移到这个点的时候呢，那就设一个箭，往这个塔这边设一个箭。好，大家看，现在已经3点多了，看到吗？然后这个太阳这个影子啊，已经慢慢要过来了。当影子要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弓箭，要往这个上面射。这样，这边附近就神庙就跑出来了。这样我们就解开这个谜题。那这个神庙是一个 guardian 的神庙，这个一个机器人的神庙，不是非常难，也不是非常简单，中等的机器人的神庙。我们要进去打这个机器人。好，我们就来换我们比较强的武器。我就先换这个好了，先换这个20快要打爆的这个剑，然后我再来换盾牌，我就用这个盾牌好了，还是用这个16的盾牌。那衣服呢，我就来换成盔甲。好，那我把我的生命值加一下。吃一些水果或者吃一些肉来补充我的生命值。好，那如果都 OK 的话，我就来准备要打这个 Guardian， 来把我的剑换成这个剑好了，让它暂时会失去功能的剑电它。弓换成这个比较强的弓，都做好以后，我先存档一下，因为我等一下可能打一打会死掉，我就可以重新从这边捞出来，就可以重新捞我们的进度。好，开始了。被戳到了，可以固定它。
换一个剑，换这个。我的剑，加一下我的命。吃点肉。哪里？哦，太恐怖了你！换个弓，用炸弹。这样我们就过关了。